TVB 艺人何燕诗9月30日以一身特别的造型亮相香港某主题公园出席音乐会。何燕诗自曝最近因为一周会做3-4次运动的缘故，肩膀明显感觉宽了很多，很喜欢自己看上去有一点点肌肉。不知道她平时有没有和男朋友郑俊宏一起约着做健身呀？都说互相打气的话效果会更显著嘛。其实我们两个也是挺喜欢做运动的啦，所以就有时间的话都会一起做，但是没有特别约一起。另外早前中秋节时，何燕诗则带着郑俊宏一起回家见家长，郑俊宏还帮着何妈妈做面条，看来已经完全的融入了女友家庭，像是一家人一样了呢。对，一起吃饭其实跟家庭都平常都会有的，就但是没有什么特别，因为见过挺多次了。其实也他也没有做那什么特别的，但是他就是因为我就觉得他其实是很怎么说孝顺，就是一个好男生，所以家人都觉得他 OK。 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